哎，你这个小孩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我家孩子，你这么大人，你怎么敢说话？这是你家孩子，看看把我的新车霍霍成什么样子。我就是在你车上画了画吗？那你也不至于动手啊，调皮我家宝宝孩子吓的。谁打孩子了？有你这么管教孩子的吗？随便破坏别人的东西都不管的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家孩子美术天赋这么高，能在你车上画了画是你的不敬，不要在这不依不饶的。还有理了，赔我修理费。没什么赔，你有什么证据就证明是我家孩子画的？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画的？然后来要讹我们呢？真不要脸！还我自己划得来讹你们，真是胡搅蛮缠，不可理喻。有熊孩子必有熊家长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要听我告你去。还好我是一个头上长着摄像机的人。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，看是不是你家孩子划的车。就算是我家小宝划的，又怎么？就你这破车，才值几分钱？给你200，都不许。车被糟蹋成这样，200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的？50万都算我做慈善了。50万？你和谁呢？反正我没钱，200爱要就要，不要没有。杀时刻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自古就要父之过，孩子犯错家长承担，出门在外没人是他爸妈。